嗨 ，Free Fire 玩家大家好，我是放火。今天 Free Fire 邀请我跟我讲说要把我做大改造，你们也知道 Free Fire 邀请尊拍了一个 MV 嘛，而他们说呢，想要把我变得跟尊一样帅，我蛮期待的、啊。OK， 那我们出发吧。其实我很久没装法了，我还蛮期待的。就是我其实平常很喜欢被装法啊，怎么回事？等一下干嘛？为什么？怎么了？为什么要突然戴眼罩？你们知道吗？如果戴眼罩，其实只有我一边眼睛就好了。我要怎么走？我要去哪里 ？OK。哦，好，这是吃吗？是。哦，那牙齿签可以吗？可以。有残疾。我好黑啊！哦，我好了。我帮你签出来，好嘞。好。要下台阶了、okay. 好，下来了，好。OK， 那再继续往前走。OK， 好，小心哦，要再上台阶。上台阶。对，好。我踩到。OK， 对啊。我第一次有这种装法体验，太酷了。小心哦。所以在弄头发都要拿下来吧，你们可以信任我吧，我眼睛会闭上的。所以赶快来看。OK。制作组被发现听到了吗？闭了。好乖。你可以再开始双眼了，我可以看哈、哦，可以，快看，哦，金色哎，是金色，我都没有挑染过，其实我蛮喜欢挑染金色，一直想要试，只是找不到机会试。接到吗？就是哦，终于可以跟尊接一样的业配，蛮开心的其实。其实我这还不太确定耶，短因为你们没跟我讲啊，你们直接把我变这样，这我不知道，只是要帮我改造而已。我是什么角色？哦，这个角色吗 ？When it comes to the Garcias, I'm the good boy。还蛮帅的，我觉得很适合我哎。等一下我现在知道贴刺青吗？真的假的、啊？你们知道吗？其实我一直有个梦想，就是我想要四半家，都喜欢哎、欸，鲤鱼跃龙门。哇，我觉得我越来越实现我的梦想，我想变凤梨叔叔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的梦想就是变凤梨叔叔。啊，今天叔叔我跟着 Free Fire 合作哦。哦，好喜欢哦，真的好喜欢。看到这叔叔我的刺青。单挑 Free Fire， 我叔叔我 Free Fire 那么厉害，单挑啊，出来拼嘛，拼输赢啊！没有，我认真讲啦，就是我跟尊有约定好，就是我跟他，就是只要我吃半脚或他吃半脚，我们后面的人就要跟着一起吃上去。然后现在我就拍照给他说我吃半脚，然后等到那个什么他也吃好之后，我就载他到他家，然后在他面前把这抠掉。我现在要帮忙签名，这是到时候会抽奖的。我最喜欢这张。赞，喜欢。好了，我签名。只是我真的签名很丑，因为我没有练习过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真的有粉丝想要吗？这超级丑的，我很不会签名，因为我平常很少写字。只有今天限定，放我在 Free Fire 粉丝团啊！你们去参加 Free Fire 粉丝团的活动，就有机会抽到这个呀！我放火拍立得到铅笔签名。OK， 太好了，各位好好珍惜啊，帮你们带好了那个卡套了。
心得吗？其实我觉得蛮喜欢的，我是真的很喜欢那个刺青。然后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棚拍的，但是因为我不太会摆 pose 跟表情，所以我棚拍其实都蛮没有自信。有啊，你们一直说啊，好看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啊，真的有帮我很多自信啊，真的谢谢了。我觉得相似的地方应该是就是外表看起来是个麻烦制造机，就是它会制造很多麻烦，因为有刺青嘛，然后看起来也小鬼鬼但是其实它是有颗善良的心的。我自己个人认为跟我的荧幕形象有一点像，就是外表疯疯的，但其实内心是善良的，而且是想要为了大家好。也会觉得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的感觉会让我不会那么的违和，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你扮演其他的角色，如果跟你不像的话，你其实你是只是觉得在拍照而已。但我今天会蛮进入那个状态的，可能因为跟打野跟我很像吧。不对，是我跟打野很像。双重麻烦活动热烈开跑中，10月1号登入 Free Fire 获得新角色打野。